好，我是 Elodie， 我今天要开一台一辆古董车。你们猜猜看，这台车几岁呢？台古董车几岁呢？好，我是二岁，也有大喽。我要准备开车门喽。啊，这个。按不出啊，我打不开。现在我要上车咯。帮我开灯，帮我关灯，帮我关门。白色的，这个方向盘是白色的，是古董方向盘。我踩得到油门吗？你要这车要怎么开呢？我要踩看看咯。看看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音乐机的音乐吧？先要拿一个银幕，踩到一个铃铛，我木到屋顶。现在是司机的，你坐后面，请帮我告诉我木关门。你进来可以吧？我要出发喽，提示好安全带哦。天，我的安全带怎么不见了？快拿！让古董车都有安全带吗？那白白球是什么？为什么它用不动？一辆未来古董车可以开很快吗？一辆未来可以开这台车去上课吗？你想停止冷气吗？这个哦，请帮我关门，现在要开车咯。诶，还没到诶。往前推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要开小窗户咯。大家看，这边有一个小窗户。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哦，下次我还会介绍我们这古董车哦。拜拜。